张有喝吗？有。有吗？那有忙吗？开始忙了吗？因为这样就是弹错，我可能比较不会发现。对。第三个 OK 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我是我叫服侍人，服侍是那个服侍会的服侍这样。然后这个名字就是，它其实我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包括现在目前是就是独立制作的创作人这样，就是包括词曲编曲都自己来，然后就是希望做一些东西这样，然后。就服侍人的意思是，就是因为服侍会就是在画平常日常生活都会发生的东西，然后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去记录，可能就以旁观角度去记录日常生活中会发生，比如说一些大大小小事，像情情爱爱什么之类的，或是生活这样，或是自己的一些看法。然后英文是 the Fosty 的意思是就是它其实从一个文学服饰的面来，然后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角色，一个想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人的角色这样子，然后这是我的现在目前这个计划的名字这样。然后我是台北来的，我就是前几天在高雄，然后迄今这样，然后到了昨天来到这边，然后就想说有这样的机会就来试试看这样。那我有三首的创作都是在最近写的，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。I just wanna hear you sing, say you love me, baby. You're the one that I need, but baby, I don't rush. I don't mind it at all. I have a good feeling. You're gonna be my sunshine.这海边无边无际，想来想去都是你，看着桥下的潮汐，想你的讯息，点上我的心情，来来去去，I just wanna hear you say, say you love me, baby. You're the one that I need. Baby, I don't rush. I don't mind at all.一首歌，然后 OK，
首在写一个不喜欢回讯息的人的歌，然后包括我也是，所以就是稍微有一点这种感觉。喜欢就是去看看海啊，干嘛？所以我用了海这件事，就是不常就是对海有一种就是投射，啊，可能海会是一个茫茫人海的感觉，就是然后沉入下去之后，你好像就沉入到一个很多很多人、很多很多事情的地方。然后这首歌是在我就是最近。面临可能一些毕业啊，或是一些选择的时候，会唱，会刚好就是这样写出来一首，然后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这首歌就叫海。从前我望着海洋，遇上黑夜，我是你的月光。叫我轻轻挂上，不停绕浪。
这样过去，我都不在意。一天天就这样过去，我都不在意。感谢就这样过去，没有一天不想你。我们的世界在平行，你留下的只有大雨和潮汐。昨天刚写完了，所以就是会失误这样子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然后因为最近刚看完了一本书，就是叫《彷徨少年》写的，然后其实就是在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成为自己这样，就是要就是要成为一个自己想要的自己。好，那是一个责任，就是你要去架构你的世界这样。然后就是一些感想这样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都是自己告诉的，小心翼翼的天不舒服着，黑暗中你寻找着透出光线的裂痕，用尽全力去获得新生。直到那一刻成为自己的责任，
Thank you.